振奇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你说的要晚上九点结束吗？一个小时都不到，这是进展太顺利，还是一言不合一拍两散了？我就是随口说说的，其实你要是有事的话，我没事儿。我们继续。这好像是一拍两散了。我出去的时候你练习了吗？啊，练了。真借我看一下。还要检查作业哦。输出还不错。那是，我最近进步可大了。继续，我观察。哎，桃花也在，要不拉他一起？可以啊。怎么还打上三 v 三了？没意思啊。练小规模团战啊。哎呦，还挺勤奋的。哎，小苗啊，要不要考虑拜我为师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玉兔大神快名花有主了。他最近早出晚归的，我都不知道干嘛。后来我听史莱姆包说他好像有情况，但是我不能透露啊。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得跟我混了。他没时间带你玩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都已经早出晚归不安于世了。专心。哎，苗啊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专心。我怎么就不专心了？你别打字，说话。小助来送晚饭了，回去呢。小助，我让你买的酸奶。的时候看到有灯光，所以打扰了。不用跟他解释下。两年前就分手的前男友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而且还那么装。怎么能上来啊？电梯指纹不是都已经删除了吗？可是还有密码呀。本来密码也改过了，但是你又老是忘记新的，就又改了回来。那你帮我去物业再改一遍吧，改成1316。这是什么？至今为止我最好的战绩。13-1-6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忘记的。